这一天我等待的太久了，之前白来，这里切记使用。 你的包裹满了。
经过了七日了。你这家伙算话永远没个准儿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卦象绝对不可能错的，卦上说此人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地方。一个礼拜之前你就是这么说的，但是卦上说本月打雷的那天，受木灵火之伤者会来此地学习上乘内功。又白跑一趟。别走啊，请你们耐心听我说。卦上所示。够了，我们好歹也已经多等了一周了，不是吗？可到现在还没出现，难不成台上突然掉下来？啊，怎么了？这个人，哼，不就一副凡人相？啊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人了。你总算有成功的一次了。哈哈，说的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现在很虚，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。莫灵火的伤势太重了。是吗？那该怎么办？看情况吧，先送到青渊崖去再说。现在吗？是的，我们没时间浪费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很想看看结果会怎样。哼，等着瞧吧。你已经拥有了驾驭龙，倒要看看你是不是块真金。这个就是莫灵火之伤。你什么？秦一绝将洪玄功给继剑仙和武神之后，现在连厉王爷。唉，多少年前魔皇现身中原，浊气四处弥漫啊。那天下四杰分别是剑仙飞跃、武神千真拳、你的师父厉王洪玄功。前不久老夫见浊气冲天，并听闻魔皇走狗秦一绝重现江湖，我们就开始。好在天下双氏的长老撇开正邪之说，在这件事上同心协力，命八部奇才寻找。即使老夫已经离开江湖多年，但也不能对此不管不顾，所以才会出面帮忙。找到八部奇才，大致的事情相信你已经从百草居士那里听说了。我是来自名幻派的坎，我们都来自天下双氏，
我是魂天教属下一员，武林为了找到天下四杰，我们翻遍了整个江湖，但是剑仙和武神二位已经离世，幻鬼又下落不明，最后可谁知被秦一绝抢先一步。对于你师门的变故，我感到非常遗憾，原本我们不再抱有希望，但我受到了上天的启示，说是洪玄公师傅还有个活着的徒弟，此人上可取秦一绝首级平乱世，下可荡平魔族安天下。卦象中所示之人近日必会来到此地，得我辈真传。虽然你中了莫灵火的伤，但我们已经帮你疏通了气血，暂时不会有什么大碍。话虽如此，但我还是要考考你的能耐，看看你是否真的是能继承天下四杰衣钵之人。我们不能偏信卦象的一面之词就将你到洞窟深处去。你申请的委托完成了关卡，如果你真是沿着这个洞窟进去就可以了。八部奇才终于见到了苦苦，不过就连那些人都，如果按照你在修炼洞窟中帮我的那份实力，目标很简单，打倒在天门关待命的敌人，想办法活下来。你的包裹满了，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上清散人果然说的没错，看你，不过现在安心还为时过早，我的身后还准目标和天门关一样。
虽名为天下门关，听着宏伟雄亮，但安排在那里的人偶太弱了。我们之所以会准备天下门关，一是对你的一种考验，二是为了治愈你紫气沉沉的脉象，加快你。我们在人偶身上下了幻术，让他们能够打通你的脉络。虽然现阶段还没完全打通你全身的经脉，但至少可以开始修炼武功，也算功德一件。每当你的修行上升一个台阶，我就安排到这儿。我们能为你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你去找百草居士谈谈吧，后会有期。我就安排到这儿，我们能为你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你去找。